这是啥呀？不知道啊。这是你们成为王牌侦探的最后考验。根据三个线索推理出这里面是什么。第一个线索，王牌将所的朋友先锋影像旗舰啊 ，vivo S 十二。第二个线索，它是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收藏品。我知道了，它是不是特别可爱？我觉得就是。最后一个线索，它拥有前所未有的定制化设计。它就是。2月28日，vivo官方微博，敬请期待。